嘿，是的，我喜得啦。今天来分享《女神异闻录：夜幕魅影》的这个氪金心得啊。那到底氪不氪呢？然后抽卡机制分析，然后我会分享从无氪到小氪怎么氪比较好哦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一个粉丝向作品，但是又很细心啊。开头的故事啊，都是让这个完全没有碰过这个作品的玩家们可以认识 P5 的魅力哦。那如果我真的觉得啊，我真的是被圈粉啦。然后我就直接氪了一条龙。那我觉得什么该氪，什么不该氪，氪金的机制哦，抽卡机制，今天用这期影片分享给大家哦。首先，先介绍给这个如果是单机游戏直接进来手机游戏的玩家们哦，这游戏的抽卡有分三个池，一个是普池，一个是限定池，一个是限定武器池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坑？但是不意外，现在的手机模式都是这个样子。那这游戏有分大保底跟小保底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限定池呢哦。80抽的时候可以会出一只必抽一只五星角色。那如果你没有歪到这个限定角雨宫莲的话，我们的80抽下一抽160抽一定会有这个雨宫莲哦，所以是还不错的。那在突袭拓荒的时候，有些五星角其实就是很无损的可以去拓荒啦，然后就看他们帅帅的技能。那这游戏有要抽满的话要7只角色，但是我觉得小氪玩家基本上抽到一只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大资源，我觉得还是要留给我们的这个限定池哦，因为普池的话就是什么都会有，普池的话是永远这些角色都会常驻，那像这雨宫莲的话就不会一直常驻，它是一个限定角色。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我们这边80抽的保底，所以随机歪一只。那这边有一个活动是300抽的话可以自选这个五星角色哦。那目前算下来一抽大概是，如果是原价计算是80块。原价计算是80块。那我们主要的东西资源就是拿来抽卡啦。那看就是我觉得限定池这个雨宫莲就是要抽啦。下一期影片会介绍雨宫莲的技能组。那稍微讲一下这个抽卡机制。抽完这个角色以后，我们还要抽武器啊，武器也是要抽6把。那目前这个游戏的武器相对的来说，没有需求那么高，不需要涂到很高等哦。这个是一个好事哦，那个只有不会技能不会裂变，只会有增加趴伤。那就是小氪无氪，一般玩家量力而为，抽到一把武器，一个任务，一个武器，其实就可以玩得非常的快乐哦。那如果氪长的话，就直接把氪爆。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如果我们氪金会氪到什么东西吧。好，我们直接来到商店哦。马奇姆的贵宾卡就是小月卡，这个是有预算的话，我觉得有任何的手机游戏买月卡都是非常的划算。你们可以看到画面中，其实我已经包了一条龙了，都画面中包了一条龙，所以有预算的玩家包了一条龙的话，大概是可以抽到一只角色，然后一把武器是没有问题的哦，这一条龙。然后呢，礼包的话呢，我会选择不断的去就是抽角色的礼包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原金啊，原金就是这个氪金的资源，我们原金换的时候还可以去，我会直接换这个哦，7500的这个五运的这个。抽卡哦，抽武器的，这个是抽武器的，然后右左边的话，这个就是抽人物的。那我会选的是这两包都会买，然后把一个人物抽起来，把一个武器抽起来。那这边还强调一下，如果你有时间或是说有一点时间买金钱的话，你可以买一个手抽号啦。我还是比较建议买手抽号的话，比你现在刚开始玩觉得省太多太多了。然后你看到我月度不给我买。月度战术有买，那这就是小氪的部分，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买的。那这个无氪的话就是一样，我们只要买个月卡量力而为就好了，150玩爽爽。那还可以加购我们的这个通行证在别的页面，然后剩下的话就是看你要不要买。我的手购也是有买，对。然后我们这边通行证的话我也是有买哦，在这个地方计划。然后我是直接买最大包的通行证，那一样预算有限的玩家可以选择左边的通行证，有给到650的这个资源钻石啊，异界金箔哦，这名字难念，我们一样念钻石好了，这种钻石会比较好一点，然后给的资源也还不错，那慢慢玩，一天吃个一两体哦，这个是一个手机游戏常态的部分。在氪金的话会这样，那一样哦。如果你是预算到有可以第一个月可以氪比较多的话，就可以像我这样子一条龙氪满，然后像我这样的资源。那我氪到这样子的话，有哪些角色呢？我们看一下哦。我现在这边可以运气不错，然后我没有刷手抽，我拿到一命的这个雨宫莲，然后这个
李瑶琳，然后这只是新手五十抽动的，那表现还不错，然后已经有一把专武两把专武，然后之后我会选择使用这个每次抽出的时候会送这个回馈哦，抽式回馈礼，就算是回馈的部分，我们看一下回馈送的这个认知断面，我会拿来选专武哦。看我现在差20，其实这个抽一抽，其实弄一弄就有了，你不断抽卡，这个就不断有。那这个一样，切记哦，不要浪费去买抽，你一定是去配你的专武，除非你真的已经没有想要抽的专武了哦。那我一定会去这种东西，我都是不会去换专武啊，不会去抽专武了。然后因为我专武已经够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拿定制武器靠剑哦，不断去换，长期下来一定可以换到，只要你可以玩超过3到6个月不等的话，都是不错的。好，那就本次的这个氪金指南建议到这边了。那后续会陆续分析我对一些我有抽到的角色评价哦。那我觉得愚公连先预告一下，愚公连真的是必抽啦。五代主角必抽，又帅，然后技能又强哦，他可以再动。好了，我真的蛮喜欢这个游戏的哦。我又创立一个讨论群哦，游戏讨论群，大家可以加入一下，在我的下方留言区。我是西地喜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